年的那个人潮，很像是近几年最高的一次。这一首歌叫做《风筝》。哇哦！而且她比较特殊的，这个女生的声线是特别的，好清亮，好高。她的如果以人是一种乐器来讲，她长得像大提琴，但是她声音哦，却是小提琴，对，却是长笛的高音，短笛是高音的，会形容。而这两个男生，他特别怪了，他不是说有一个唱低音，一个高音，他是两个高低音都唱。哦，那他们两个音质当在一起又好 match。2012年的时候，我们有15间高中一起创，各自创作了自己的毕业歌，然后
就被唱片公司找到，就说哎，大家是约好的，脱颖而出了。对，然后结果就约着约着，本来只是要做合集，变成说哎，那我们来做一首大家一起唱、一起创作的歌。十五所高中这样。但你们当年是高中生？嗯，对，当年还是高中。过了几年了？十八年。2012。岁月，对呀，11年了。唱台北跨年现场就唱这一首了。对，因为其实我们当年都还只是高中毕业生，我在高中之前，每一年的跨年都是待在家里看电视，对，然后都没有到现场跨年过。结果第一次的现场跨年呢，就圆寂了，圆梦了。就圆梦了，所以就第一次就到了那个台北，然后那年在101，当天非常的冷，印象中超级冷，超级冷。然后但是虽然很冷，可是当年的那个人潮很像是近几年最高的一次，有大概900,000人在这么多。太多了吧？对对对，怎么可能塞得进去？90,000夸张了吧？太夸张！当年就是人潮蛮多的啦，所以我们第一次的跨年就是在现场，然后就是表演。好好，哎，这首歌很棒，对不对？非常好，还被 Tank 认可。做完这首歌之后，有被一些节目邀请，然后我们就上节目唱。然后当天有一位来宾就是 Tank， 他在听完我们唱了之后就说：“哎，你们唱得很好听。”哎，然后他特别跟我说：“哎，你的声音很棒。” Tank 是一个很棒的歌手，他也懂得怎么样去讲一些场面话。真的很棒，我们刚刚有听，真的很棒，真的很棒，是真的有实力啦，有啦，有啦，好，加油。